避光垫拿来，你的避光垫叫了好几天终于来了，快不？这边凉，什么皮？哦，鸡啊鸡啊，有边没边？我要被打。你不是看很多吗？你不知道？我会看不一定会练啊。我要清菜，好。但是这个北条啊嘞，嗯，我这多，我本来是要北条多，他夹这个地方多哦。嗯，可以。啊，你看你头子。有什么呀？你练的呢？我跟我讲呢，什么我的车你啊？你的车哪来啊？我呀，他们阿总。你的车？我车。哇塞！勇出江湖，勇出江湖。是啥物？买了、啊。你别人的嘛哦？干嘛？到避光店啊？有需要装避光垫吗？我上去高雄晒两下，敢买一两万只就好啊？没有啊，两台选哪台？都进啊！我买的。贾翔的朋友才做选择啦。对啊。两台我都要了。贾翔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八通马那年啊，八通马那年啊，八通马那年啊。哎，刚刚下过年了，哪有照过年了？赶快过了，哎，一年照照过，哪有照过？对啊，谁囡仔下过年啊？无人讲起 ，K B C 三等啊都不到啊。哎，可到哎。哎，干嘛注意 ？M 啊。咱的冷坑嘛 M 的啦，你看，要不哦，找到，我开算的哦，我讲嘛，你无提汤哦，我全景的入客哎，啊，我这两袋看到无，吃一个便当不够，吃两个就够了，够饱了，哎，对，有无？一袋不够多，我两袋了，哎，你看我两片是，哎，来考参观一下，你看，哦。自动的 ，automatic。啊，你多啊，你到达避光垫哦，我够贵州新的脚踏垫，我教你啊。哇，你看，你去带啥哦？还惊脚会多啊？我踩对嘛一块。我跟你讲，这一代三系列 ，F 系列的三系列，都有水路的问题，可能会爆水。他是故意的吧？故意要你一直回来。对啊。哎，来啦。标准配备，调整。黄狗啊，回去挂一拍开。对啊，我来咬开啊。哎，要无啦？有无？哦，但是这个细腻啊。那三 Q 较长的都变大腻啊。对咯，帅。现在哎，过山呢？斜上哎，你就是安尼啊。那在斜上，哦，那种挂钩充电的。你话我拜点烟器，再个搞啊，再吊眼珠机，这三 Q 个。有无？急救包，我们急救过，你看。急救包。好啦。避光垫免捏着啦，啊，泰山，啊，你既然都无车，无你要回去带啊，好无？啊，等赛程啊，科比才甲你买啊，哦，啊，无真好，嘿，啊，大家拢家己个啊，莫讲要甲你出偌济，到时再讲，对无？你先开嘛，对，先开就对啊，对，到时咱好卖出，哈哈哈哈哈，你想卖哦，到时咱做较俗个，啊，我上个贴你啊，好嘞，哇，我要去上来滴。有没有三脚架？真唔错。哎，别讲起，我这 automatic。哇，帅！咱高雄赛的总代理冠德汽车，我来讲。以前都是给这里啊，这些啊，以前啊那些呢，哇，你也无啊？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啥队伍？这很方便。不然你不要卖啊，留着当那个摄影主任。我吗？对啊，你当我钱太多吗？我泰山的领行工，然后摄影组爱一打对，对 ，OK 啊，你出钱，我 OK， 好，我 OK， 你先出。哎，这掐住得一得啊，公，哎，小师哥你好，我一台车要卖，我想帮科比圆梦，帮阿科比买了，什么车要圆梦 ？F31，哦，帮科比圆梦哎哈，晚了一步，圆梦嘛紧，你就上我，我就随圆梦啊，真的哦。我还讲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搞不好就有人冲来买你。真的，阿边赚偌济啊？我赚一百十啊，应该。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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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敢无我着？赚一百十啊？听个足少个啊？还好啊，反正你有啊，没关系啊。赚一百十啊？好啦，处理啦，好不好？这个车主哦，不愿意公布卖的价，售价。他说他在车从买被他老婆干掉到卖，都还在干掉。阿公，你开他这钱两百几万，阿被人家阿婆。
先赢。啊，这下如果感觉无舒适啊，因某较介意种我知啦，较沙发的啊啥，啊就去叫念嘛。哦，阿爸无大台啊，注意买伊某伊个脚板，起码买啊，搁你脚。哎，脚无停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脚无停，甲松袂停是啥物意思？你知？动袂了，就好啦，算啦，无买买。哦，啊，伊想讲去到什么啥物事？但是有买延长保护。不然我刚发现讲哦，米零的延长保护最贵嘛，最快然后换了。所以我今一大今大今过来，我就加要贵，过来个好钱，我拄好换。用我小把逼起啦，落系啊，别晒，但我当到家呢，当面都用大钱。我必须这样。嘛是爱使用金的，结果咱再未甲波罗派去。啊，这台就看是你咩圆梦啊，是泰山圆梦。泰山无这个梦啦，啊，泰山按压咩英雄？哎，蛮好开的啦，我昨天回来吼，沿路都开180。你这衣要嘛算的唔是？有无？刚刚进讲一下李昌沃文化啦，他内装 M 的那个时代，2015年左右的 M 版的内装就是这样。别看衣要有速洗我啦。哎，你也嘛，两阿姨耶！哇，你看多适合，还发送你！哇塞，阿弟妹妹，我研究一下啊，我咧讲，卖先早决定，因为头家买啊，咱会再先搁试过。买这台车，阮搁附赠德莱素 VIP， 啊，有搁送配备呢。哎，后边一台袂贵哩，后边一台假。有钱赢有啊！哎，屏幕就小哦，那一个囡仔嘞。你较早我要先走。我嘛是爱爱系好安全带。哦。好，不要去啊。我跟你讲，他很想换，看他犹豫。哎呦，他犹豫了，对。这两天再处理看看，要不就买。会计中公司钱也不太够，洗他出一点钱。试车哦，试车！哇塞，就是我常讲的一句话，南北买鞋子是要试穿的，既然买车了这么贵，那还要试开一下，对啊，很正常嘛。那个戴叔洗我，我穿起对哦。哇塞，那这样，戴叔洗我，我差点把防滑关掉，我们就可以这样甩我。那你觉得这台车有比你的车大吗？感觉没有比较大哎。抢救车是不是要跑一下高速？高速。是要我差多少钱？卡上底，卖者。其实嘛是做起嘛就简单嘞哦，一二三四五六这样而已。我刚以为它的抖刹车还是按的那一种，结果它还是传统。对啊，是传统比较好啊，传统比较好啊，弯动这样拉一下就甩尾去。对啊。可是现在新车好像都变成……你这个要先关啊，防滑先关，再可以这样拉啦啊。我只会讲，我不会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要留言说叫我表演，那我不会。你不会、啊，我以为你都会。没有了，因为没有钱了、啊，有钱就会了，多撞个几台就会。哇，最爱的是氛围灯，跑车、啊。经典其实。把灯关掉。经典，经典就是我讲红色的，是这个吗？橘色。再等一下，看一下跑车模式是什么，有差吗？哎，有没有？它可以方向灯闪烁三次，这都可以调的，因为迎宾灯，因为我们在开车不能开门，应该迎宾灯应该会变色吧？请贵先进啊，没有啦，我之前的 BMW 也没有这么新的，191跟这个是又不懂，突然多了好几十万了。其实我比较喜欢 BMW 就是它的动力，因为踩下去就会一直冲。啊，宾士啊，现在的可能就比较好了，如果是在前期的宾士就会比较踩下去有一个。好像会有一个助跑的感觉，这样停顿一下再冲出去的感觉。是的，对啊，有那么明显。我来一踩就会这样，可是你上去就很顺，只是说那个当下有没有踩下去，它会降档，那个瞬间会慢了一点点这样。要不要重复加下去？要啊，我走路前好不好？就会进车，你看。不会，但马上跟着。斑马就会超你。当然不强调人家违规了。虽然它也是 BMW， 可能人家那是5系列啊。53嘛，坐哈。那亏起来尴尬了吗？其实就是一台车而已。不是啊，一台比较贵的车。你没有那个想要的冲动啊，还是什么？已经没有了。我讲过了啊，你说我强迫症跟钱过意不去的，我都没有强迫症，我都可以忍得下来。你都忍，所以你现在在忍。如果价钱一样的话，我就动不了，我就会换了。对对对，你这个就要开山路超车，那底盘就不一样了。就我们的本来就比较少，可是后面的啊。路上注意看，后面就比较人多，
人家去买了，所以这种车会像尤其是十年左右的车就更少，对吧？啊，那种车保值吗？如果跟四门的比起来差蛮多的，所以稍微贵了，对，一定会比较贵。阿拉贡呢，一波跌币，好，市场假设好，我那台要卖，我丢出来搞不好只有一台而已，我丢你。假设我开五十万那边的比，我要跟谁比？没有你们，五十万只能看好小了，对吧？49万8，也是假设你同时有五台、三台，人家都开30万，你要开40万就不可能了啊。齐老师讲，我开100万也可以啊，卖不掉而已啊。对啊，对啊，都是这样啊，价钱是随便你开的嘛呀。重点是有人买才是行情，那他这边要卖40万，我买几百万而已啊。对啊，家己的咱免啊，你啦，35都啊。哦，对你好嘛？哦，就好，就好。你看，这鸡腿嘞，南方这鸡腿，自己跟他鸡腿嘞，你看见吗？这触感是还不错。对，你是喜欢转的还是有一根的？可能久了嘛，手排车上样都有一根呐。嗯，现在新的宾士都是在站上面的。对啊，对啊，还有那种转盘，没有啊，新的 BMW 很多都转的。我觉得转的目前还不习惯呢，好像之前那个像宾士都改上去，就变一个洞，排档那边变成一个置物空间。嗯，就是一开始哎，奇怪怎么不见了？真的啊，找不到了啊，就在那边就变成这一根这样子。可是这样我会不会把它雕断掉？干嘛断了？就是啊，你每天在家里撸的时候，你也不会把它撸断，因为断会痛啊，你不可能把它弄断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断了你也会痛吗？会啊，对啊，荷包会失血啊，这一点是一点啊。只是说看起来就不习惯。对啊，你刚刚就不安全感。哇，你看，哇，升级啊！晃没晃？我晃了。它真晃吗？真晃，然后就老哎。它那个棚是不是也是盖上去？好像是。有没有加到车牌哦？在呼吁姐，有没有网友给泰山圆梦的？哈，泰山圆梦嘛，你买圆梦，咱就话网友的话，吹来啊，你放心，雄厚，但是哦，希望超出你的想象。对呀，本来你要100万的车，他来200万。OK， 啊，圆梦就是爱帮雄水啊，你来看。圆梦就是要兰巴顶，然后就给他开下去。那你怎么不兰巴顶就开这？哦，现在有的不用顶啊，需要。对啊。我已经有了，如果没有，就真的是盖面啊！哦，盖面啊！今晚已经有啊，无电我就慢慢地开啊，好啊。你今晚你开？吓好无？哎，开边钱？我开就要送，是不是？这是测速嘛？那是雷达，它都在哔哔哔的。我那天开那个 Focus 的话，它整路哔，害我超紧张。它有装哦？有啊，它还装两台。我在高速公路上，它一直车到一下。现在时速限速40哦，好吧，黑的刚亏，那个叫什么？全部都开了，全部都开，连什么讲？前面有学校啊，警察局，他都叫，开起来压力超大，这样才不会超速啊！你就一直乱叫，你就一直那个。其实他这台啊，很奇怪哦，旅行车它都是全景天窗的，就是这种。它这个算全景吗？算啊，它就主要中间有一条，可是它就是做两层的。你看这三门齐眉。我们是赶快嘛？有啊，可是你得看，刚刚很圆，很漂亮，原装的圆啊，不是它很长的圆。你看，我觉得我喜欢，很圆，哪里很圆？就是没有改装，回来弄弯呢，弯弯弯。现在在山路，山路我感觉不错啊 ，BMW 的是超猛的，所以我不是专业试车手，就感觉你转多少，它就给你多少，对吧？我是贡丸，你有没有？很有贡丸的味道。我一点啊，我的车反应比较迟钝啊，对不对？我讲话蛮快。你是讲话，讲话敢爱困爱困的，听久了习惯了啦。所以我不是像童哥，是然后像过弯，那滴滴滴滴，有没有？我是没办法那么快。我比你过吧你。这样，反正我会不会很危险？不会啦。因为中间那是软的哦，那侧倾有没有很严重？不会，你其实这个椅子哈也有包覆性的，人家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人家是悬的，当然是好的啊。过完真的还蛮爽的，这样有没有？没有那种感哦，会被出去啊，对那种我快翻掉了，被出去啊，怎么办？那种感觉真的没有。所以我们没有看快啊，可是就是大概就是平均大概50左右这样子。车他应该说快一点哦，按纯属虚构，一路大概80这样。不用，不用，看看你知道不用快。
啊，快转啊！快转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不会快转，一路都八十，快转啊，这样子很快。试车比较开很快嘛，才叫试车。开很快，去赛道开啦。旅行车不是应该是什么舒适取向，然后这个叫做好爸爸专用车。好爸爸专用车，你不知吗？好爸爸就是希望有一台可以载家人的，还可以有一点点的操控的乐趣。你看哦，最基本的 N 三以前都是双门的，你知道 N 三现在有为什么四门？现在都四门了。为什么？要给一些好爸爸可以操控，虽然不是说叫你去飙车了，操控，我们强调是操控性又比较好。你看在小朋友怎么测取，你看虽然他们做的是气座等于就是像赛车椅一样嘛，他也不太会摇，但是还是需要说保护过弯的安全。这个悬吊应该都是原厂的吧，其实没有改过。对，这个车主说他不喜欢乱买，所以这个我没有选他的原因也是这样，对啊，他不要乱买哦，因为他再乱一点我可能就会了，你可能就会了。对，有那配备嘛，升级嘛，卡钳呐、啊，有的没有，都再稍微弄一下。虽然不是很要很花俏，可是如果提升一点呢、啊，安全性再提升会更好，你不觉得吗？引擎把它写到二阶、三阶，哦，马力提升了100匹，就跟你卡钳受不了也没有用。哦，对啊，哦，这是这倒是真的。你要第一说，哦，先把安全，哦，把它加成六活塞什么之类的，把它加强了，那、啊、你开快才停得住啊。假设你开到200好了啦，假设你违规一点点嘛，你这种车如果油门踩下去200应该很轻松，如果前面有一个突然从旁边冲出来，你完全刹不住，真的是看得到停不下来，那是很可怜的一件事，你就活生生把它撞上去。对啊，真的啊，所以你要看嘛，所以你笑啥？所以你不觉得吗？越快的车，它的刹车越厉，就是马力越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才停得住啊。对对对，我笑是，我好像有这个经验。啊，是这样啊。丢丢丢，丢了哈。我总结了，一挂讲讲唔对个笑，对不对？感同身受的。对对对对，苦笑。我跟你讲，泰山你快苦尽甘来了。对，希望。怎么样？回来了。开的感觉如何？我决定了。你决定的？我决定。你要买了吗？不是，我决定还是开我的车就好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东西都叫了啊。哎。哦，叫了也不能退了啊，退了还是拿去卖的是半价。嗯。懂吗？是啊，把这台改哦，较紧绷的。哦，爽一下。对啊，啊，开的结果啊，几分钱几分回啊，再花个三倍价，开起来就这种感觉。开三倍、啊，开三倍的计较差不多嘛，就是哎。其实你看哦，有些东西这样嘛，你买，假设你买50万，你又改了30万，可是你可以改很多东西，很有乐趣。你一开始就买80万或100万，你就觉得啊，你再改又更高了、啊，你有钱鬼哦。所以我要自己改，我要改的跟他一样，这样类似这样的感觉啦。对啊，所以双 B 有真的开起来真的是还是不一样。你要不要给你开，换你给你买啦？不是借我开一下？你可以开啊。对啊，他就身份证拿来啊，本票先签字，先归你嘛。啊，那有节后厨一下哦，财产，你今天没开变路，我就啊，你我就开一台，那没办法哈，哎，不错哈，好像不错哦。对啊，哎，你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对吧？对你来讲没坏啦，对我嘛没坏，对大家都好。对对对对，可是哈，你有没有想到这种点？我做30，你做100以上。哦，哎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记得泰山，反正你本来预算都那么高了，没关系了。哪有？一台野马随便也要将近100万，看年份的，对啊。对啊，我没有要那么。啊，你的概念的刚好换嘛，我不用挑那么新嘛。对啊，我概念现在已经跟你一样，就是要的车，不管年份的有就好了。前辈讲的有道理，有道理啊。好了，今天试完了啊。哦。对啊，耶、yeah, 啊！结束起来了，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也可以吧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好，拜拜。I get blue in the morning time.
if you've been around too long. Lord, 他这个有那个嘞，他会帮我刹车嘞。是啊 ，auto hold。auto hold。我还要讲英文呢，我都好，不是爸就好哈，对吧？你看我那气耶。